车迷离峡谷似封锁，生死擦肩过，只为证明我命只有我。纵然的势力还都掌握，人心也看破，人要迸发无穷烈火，将热血烧灼。若为信仰需要坚持，一笑就该狂妄放肆，哪怕苍穹无尽更无知，烛影一掌只待他跃升城市。看我斗尽荒山大漠，反手展开崭新传说，这世道太多如果，谁对谁错，为自己而活。看我斗出天地辽阔，俯首揭开狠角落，再一回飞虎贯破，力挽狂澜用生命来搏。冰皇海国东的地图上不仅精确地标出了塔格尔大沙漠中三处存在异火几率最高的位置，而且还将那些散布在沙漠之中的蛇人部落也清晰地标了出来。虽然这让萧炎少走了不少的弯路，但是沙漠中的严酷环境依然大大出乎了萧炎的意料。记住，你最好先去东以北两个火焰标志的地方，西方那里已经接近塔格尔沙漠深处，梅杜莎女王能够感受到任何进入她范围内的人类气息。面对梅杜莎女王，我并不觉得你有多大的机会能够逃生。老师，已经走了十多天了，我们不会被那老家伙晃点了吧？再找两天就转路去北边。两边来回一折腾，至少还要一个月的时间。虽然这沙漠的环境极为严酷，不过其中所蕴含的火属性能量格外精纯与霸道，刚好极为适合你修炼紫火斗气。没关系，反正这几天我也习惯了。哼，想看我笑话？老子没啥优点，就是适应力强，命比蟑螂硬。你来吧，本血伺候。最近这个动作越来越娴熟了吗？焚血配合这种修炼方式，能够充分地吸收沙漠中沉淀的精纯火属性能量，比你在魔兽山脉中的效果要强许多。在什么东西？兄弟请留步，我们的佣兵队伍被沙之佣兵团袭击了，还请兄弟能够去石墨城帮忙求一下救兵。抱歉，我赶时间。兄弟还请帮帮忙，若是小队能够获救，我们墨铁佣兵团绝对会重金酬谢。墨铁佣兵团，石墨城的墨铁佣兵团啊！你们团长的名字？萧鼎、萧丽。老子反抗，我就马上打碎你的脑袋！你给我干掉那几个墨铁佣兵团的家伙！我信你敢！两位团长，要是发现我们没有回去的话，那你们应该是误入蛇人领地，被蛇人给干掉了。我们又不被放逐，你说是吧？
会，我真不会啊，可别难为我们了，老大。大家小心点，蛋仔已经回去求救，只要坚持一会儿，我们就能得救了。放心，我会留着你的。杀了他们，拿走他们身上的魔核。你们是墨铁佣兵团？是的。混蛋，我们可是杀之佣兵团的人，你要知道得罪我们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成的是小云兄弟，蛋仔先走一步，你慢慢参观。小妖妇为什么离我这么近，害得我把坛子都弄到地上了。什么意思啊？还能有什么好心的？这不也真是，这俩惊心倒霉。老板，有话好说，何必动手呢？这瓷器要一枚金币，他赔得起。拿去。谢谢主爷。不过正爷，我劝您一句，这女儿就是祸水，您呢，还是离她远点好。好了，都散了，散了。你没事吧？他叫青林，是蛇人与人类的后代。不过这种婴儿一般很难活过两岁，可他是个例外。但人类与蛇人都将之视为诅咒。唉，他能多活这么多年，除了受到的白眼与嘲讽更多之外，似乎并没有别的东西了。两位团长看他可怜，所以收留了他做侍女。漂亮的鳞片，抱歉，让你受了些惊吓。哟，雪兰，你没事吧？听蛋仔说，你们遇到杀之佣兵团的袭击了。没事，两位团长在吗？都在。自从知道这位小兄弟的姓名之后，两位团长可是兴奋的有些坐不住了。两位团长经常会提起你，蛋仔那家伙已经把你给宣扬出去了。看来你们是猜出我与两位大哥的关系了。嗯，二哥，小妍子，竟然真的找来了，可以啊你啊！二哥，你想拍死我呀？小妍子，几年不见，真的长大了。大哥，大哥也是越来越英俊潇洒了。小家伙，看来在我们走后，你经历了很多。这般定力与心智，或许连你二哥都比不了啊。好，今天我们一醉方休。
干干干！哎，青林，站着干什么？团长，您的卤肉今天被……沙漠边缘的人都与蛇刃有着难以抹去的血仇，他们一想到面前的小女孩体内流着蛇刃的血液之后，便会忍不住的流露出厌恶的情绪。同时拥有人类与蛇刃血脉的青林则承担了双方的歧视与厌恶。说起来，她也是一个极为无辜的女孩。你跟我以前很像。青林，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目光，你只要记得，你不是为别人而活，为的是你自己。说得好。青林，估计我们要喝得挺晚的，你就不用帮我们忙活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嗯。嚯，小家伙不错呀，你那诡异的体质问题给解决了，似乎还晋级为斗师级别了。嗯，前不久历练时才进入的斗师。真了不起，这种修炼速度即使是你小时候最巅峰之时也比不了啊。说到小时候，我在家族中沦为废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哥哥，那时候你们依然是维护着我仅剩的尊严，你们将所有敢出言嘲讽我的族人教训得遍体鳞伤，事后还不忘带着那被家法伺候的伤痕笑眯眯地安慰我。你二哥一直抱怨我当初没把你也带走，可在加玛帝国游历的那段时间，我们几次差点丧命，若是让你跟在身边，岂不是反而害了你？留在家族之中，至少父亲能照顾你。哎，好了好了，好不容易见面，也就别再说以前那些丧气事了。还好小燕子没出什么事儿，不然日后回去定要把那些小王八蛋好好教训一遍。好，不提以前那些事了。你只需要记得，我们是亲兄弟。当初我与你二哥建立墨铁佣兵团，便是希望能替日后的你建造一个安身之所。是啊，和我们一起发展佣兵团吧，这里有我们在，也算是给你一个安乐窝。另外，我们也找个时间回去看望一下父亲，到时候我们可以一同回去，父亲一定很想念你。是啊，答应了吧。小弟是很想留下，也非常感谢二位哥哥的好意，但是三年期限快到了。三年期限？纳兰家族的纳兰嫣然真的来家族逼迫父亲解除婚约了？他们还真的是有些欺人太甚了。这些事情我会去处理，大哥和二哥安心发展你们的势力就好，说不定日后我得罪了什么大人物还得靠你们保命呢。我此次来塔格尔大沙漠的目的是要寻找异火，这是我弄来的一张地图，在这处火焰标志的地方应该有几率寻找到异火的踪迹，不过我对石墨城周围的地形……你真的要赴约吗？云岚宗这尊庞然大物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呀，不如先留下来，之后的事情由我跟你二哥想办法去处理，你也不必这么辛苦，你看如何？如若这般，时间上是来不及的。你还是要去，这里已经为你准备得如此妥当。二哥，我知道你们的好意。雷鼓三大虎，
不愧是小妍子，你的实力可以让我们放心了。墨铁佣兵团所有团员听着，从现在开始对萧炎鼎力相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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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萧炎鼎力相助。春桥风声呼啸过苍茫，有双眸如炬般明亮，将生死握于手掌，带成沙漠里翅膀，蜕变出崭新模样。那道我在何处绽放，开始清晰流覆五脏，却是我全身的血脉膨胀，有太多的小事背叛，不必谁原谅，只恨这英雄年少不轻狂。我乘风而下，要在破晓处羽化，要让门